负255的潜行加速能让我们反着走路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我最近呢想起了一个很神奇的附魔，就是之前移速那期玩过的潜行加速，蹲下就可以获得移速加成。那么假如我们把这个数字设置成负数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能让我们反着走路吗？ OK， 就首先拿 Java 版先试试水，穿上我们附魔负255的护腿。我现在是按着蹲加前进的状态，没有任何变化，看来 Java 是记了。走，去看看机岩吧。现在我已经用 NBT 修改器把护腿改成了负255的版本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有效果，有效果，居然真的让我倒车走路了。虽然移速没有加快，但是我们前后键是彻底的反过来了。现在我按前进就是后退，按后退就是前进，取消蹲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厉害了呀，机岩版牛啊。我越过了猫酱的和谐。之前猫酱不是给机岩版新出了一个和谐功能吗？输入违禁词汇一律都会弹出这样的报告。于是我就想，这东西它的屏蔽算法真的靠谱吗？然后我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，先是改变自己的输入方式，发现这样并没有什么用。核心原因啊，感觉还是因为这并不能改变字体，所以被识别出来了。于是我换了个字体，通过复制粘贴的形式弄了进去。果然这个屏蔽功能挺菜的，换个字体就被轻易攻破了。旋转黑洞，最近我新学了一条代码，用这个就可以使点燃的 TNT 自动吸引附近所有的生物靠近，就像是这样。效果是不是很厉害？代码在这里。然后这个代码的糟糕玩法可没这么简单啊，我们还可以这样把 TNT 改成苦力怕，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物就都围着苦力怕转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可以把代码改成末影龙，这样所有的小黑就会围绕着末影龙转了。这算是帮小黑报仇了吗？总感觉这送上去和没送没啥差别啊。当然小伙伴们也可以搞一些更奇怪的东西出来，这就全凭诸位的脑洞了。不过要注意啊，修改项是两个 TNT 的词条，其他的呢都不要动。好的，也不知道各位看官学会了今天的骚操作没有，学会的点个赞可以吗？我是阿阳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886。